欢迎回到 IFU Super 频道，我是 Mini。 今天的主题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春夏穿搭灵感。其实这期视频应该是上周就录的，但是我一直在网上订一款断货的鞋，然后昨天才收到，所以今天迫不及待就想跟大家做这期分享。另外今天我收到了一个包裹，是 Zola 从网上给我订的一箱零食，很大一箱，蛮重的，我端起来给大家看一下，真的很多。打酱油在线亚超，一看见这名字就觉得超好笑。罗拉给我选了很多小火锅，所以我灵机一动，打算下期给大家做一个小火锅的试吃分享。我打算测评10款小火锅。10款小火锅。如果你感兴趣的话，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这样子就可以第一时间看到下期视频了。那我们废话不多说，就开始今天的主题。那首先呢，我就从我现在身上穿的这件 T 恤开始。这件 T 恤它的颜色整体就特别的素，只有简单的大地色，然后白色和天空的蓝色，所以虽然配色很简单，但是给人一种夏天那种休闲的感觉，然后会很有那种度假风。当时这件 T 恤是放在店里边一进门的位置，我一看到这件 T 恤就被它打动了。它的号呢，我穿上是有一点点偏大的，虽然我已经拿的是 S 号了，但是还是有一点点偏大。它这个领口开口会稍微大一点，因为我的脸会有一点圆，所以我很怕穿那种领子特别小的衣服，就会觉得显得脸更圆，所以我一般喜欢穿一些露脖子的衣服，这样子可以修饰整个的脸部和颈部的线条。然后裤子呢，我是给它搭配了一个浅色的牛仔裤，是 Mom Jeans 的，但它不是那种特别肥的款式，还是有一些修身的，所以穿上呢又有那种休闲的感觉，又不会显得腿太粗。而且它这个颜色就是非常的干净，配上白色的 T 恤，或者是纯白色的 T 恤，或者是白色有一些简单印花的 T 恤，都会非常的合适。这款牛仔裤它是高腰的设计，而且它的腰部勒的是比较紧的，所以可以显得腰很细，另外适当的提高你的腰线，显得腿更长一些。另外我觉得它就是如果你给它扁一个边儿，这样子穿的话，夏天穿也非常合适，会显得很青春，然后也很夏天的感觉。其实从2017年到2018年，你都在刮复古风嘛，所以这种80年代感觉的这种牛仔外套也是出镜率非常高的，很多博主其实都有这样子的搭配。而且在春天的时候穿这样的一件浅色的oversize 的牛仔衣，其实还是非常实用的。这个牛仔衣它这个兜布的设计，是非常吸引我的，因为它并不是全身都是一个颜色，而是它在兜的上沿和纽扣的这个边儿是有这种深色的设计的，所以又给这个浅色的牛仔衣一个颜色上面的层次的搭配。另外它这个兜上面的两道深色又可以把你的上半身的线条整个向上提，所以就会显得你的这个身材的比例更好一些。下半身呢，我是搭配了一个深色的牛仔裤，它这个深色跟牛仔衣上面的深色是比较搭配的，是属于同一个色系的，所以在搭配上就会给人比较舒服的感觉。因为上半身已经选择了这种 oversize 的外套，所以在下半身可以选择一条比较收身的牛仔裤，这样子的话这个长版的外套可以遮住我们腰和臀部比较宽大的位置，然后只露出你纤细的小腿。那第二件外套呢，我依然选择了一个蓝白搭配的一个西装外套，但是它虽然说是西装外套的款，但是它的材料是有点亚麻材质，非常的轻薄和柔软，而且今年各大品牌都有推出这种亚麻材质的系列，而且也是今年非常流行的格子的这种花纹。另外它还有一个很流行的元素，就是它加了这个垫肩，而且这件外套不管是你平时工作的时候穿，还是出去约会或者是跟朋友出去玩，其实都是很适合的一件衣服。另外我很喜欢它的这个扣子，它这个扣子就是一个简单的白色，但是却很有这种复古的感觉。总之这件衣服就是很有那种70-80年代的这种复古感。这件西装外套呢，如果你敞开扣穿的话，其实能给人一种很潇洒的感觉。另外呢，你也可以把它系起来，然后加一个腰带，这样子的话是会给人一种比较干练的感觉。因为这件衣服它是比较轻薄的这种亚麻材质的，所以它穿久了可能会有一点点变形，而这种格子的
花纹如果它变形的话，就会给人一种很乱的感觉。因为它这个西装外套是简单的这种深蓝、浅蓝、白色三个颜色的这样的一个花纹，所以其实搭配起来还是很简单的。你很只需要选择，比如说白色或者是蓝色，同系的蓝色，这样子搭配都是可以的，就不会出错的这样的一个颜色。而且蓝色、白色也是就是夏季给人一种很清爽的感觉，所以我觉得这件衣服还是非常百搭的。第三套呢，仍然是一个西装外套，也是很轻薄的这样的材质，同样也会有一点复古的这种小垫肩，可以这样支撑你的这个肩部的线条。但是不同的是，它的这个材质是有一点仿丝绸的这种缎面的材质，所以穿上之后会有一点光泽感。还有一个是它非洲民族风，其实你在很多品牌都可以看到这样子类似的设计，比如说比较夸张的绿色、红色、粉色、珊瑚色等等这样子的颜色，其实这个灵感都是从非洲民族服装而来。那在搭配的时候呢，我选择了一对金色的叶子形状的耳环，在颜色上也是搭配的，所以整体来说就会有一种比较和谐的感觉了。这条西装裤应该是我最近买的最满意的一条裤子了，它的这个长短是刚好到脚踝，所以很适合春夏的时候去穿，搭配一些露脚面的鞋，或者是全露脚面的高跟鞋都是很适合的。我最喜欢它的一点是它的这个腰部的设计，因为西装裤的话可能会给人一种比较正式的感觉，但是它的这个腰部呢加了一个这样子飞边的这种设计，把你的这个腰线部分提高了大概有4-5厘米的样子。另外它还另外会让人觉得更加的轻松活泼一些，然后它还带了一个这样蝴蝶结的绑带，就会增加更多的这种甜美的感觉，让人显得更加青春活力。这个裤子的长度呢，就是我买回来试了以后跟网站上模特穿还是有区别的，网站上图片模特穿大概是一个9分裤的这样的长度，但是我穿上之后就已经到了这个脚踝的位置了。我的身高是165，我买的是最想买 XS 号的，但是这个长度就是也还是挺长的。但是这个裤子有一个缺点，就是它的材质会比较容易起皱，如果你第二天要穿的话，你可以前一天把它挂在衣架上，喷一点水，这样子的话第二天它就会自然的变得很平整，或者如果你有时间也可以去熨烫一下，穿上效果会更好一些。另外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小窍门，就是当你洗澡的时候把你第二天要穿的衣服挂在浴室里边，这样子洗澡时候产生的这个水蒸气就会自然而然的让你的衣服变得很平整。我现在身上穿的这件呢是一款到脚面的针织连衣裙，它的下半身带一个黑色的衬，所以是不透明的，只有小腿的下半部分会有一些镂空的视觉效果，它的上半身是完全镂空的这样的设计。当时我在网上看到这件衣服的时候，是先看到了一个自然的亚麻颜色的裙子，当时那件裙子感觉特别的女神，特别的仙，模特穿上真的是非常非常美，所以我就对这条裙子非常的心仪。但是买的时候我就考虑到那条裙色颜色太接近于我们的肤色了，所以穿上之后可能它的这个镂空的效果是看不出来的，最后还是选择了这件黑色的连衣裙。我的身高是165，我买的是 S 码的，但是现在穿上是刚刚好，它上面的这个绑带是完全可以打开的，如果你穿上它比较长的话，你的这个肩膀的部分可以系得比较紧一些，这样的裙子就可以整体往上拉。它在这个腰部有一个这种抽绳的设计，所以你可以把它绑得紧一点，这样勾勒出你腰部的这个最细的部分，同时可以拉高你的腰线。这一条裙子上身效果我也是非常非常的满意的。另外它的这个整体的这个花纹看上去是这样竖线条的这样的花纹，所以也会勾勒你的身体的这个曲线，会让你显得更瘦一些，可以突出你的胸部，收紧你的腰部，同时让你的胯部会显得很丰满一些。
这条裙子非常非常适合我们亚洲人的身材来穿。因为这件长裙它是这种镂空的设计，会很透肉，然后这一件短版的上衣呢，它是一个下边是绑带的，所以它会露脐，它的材质也是非常非常透，如果你单穿的话也会显得比较性感一些，所以把这两件都比较透的衣服搭配在一起去穿的话，就会增加你的这个甜美感，所以这两件叠穿也是一个很好的搭配方式。这件衣服它其实本身的设计是有一些性感的，它下边是它前面是整个开口的，然后下边带一个这样的绑带，你穿的时候可以根据你自己的喜好把它绑得低，或者是把它绑得高。它这个袖子是有点这种宫廷风的袖子，所以穿上也会是很甜美的。大家可以看出来我胳膊的这个肤色吧，就是它是一件其实是一件非常非常透的衣服，如果你单穿的话里边是必须要加一个裹胸或者是一个小内搭的。这件上衣呢，除了迎合今年的这种点点的这种流行风，另外呢我也很喜欢它这个袖口和领口的这种收口的设计。它的这个领口的设计非常的妙，是因为通常如果你的脖子不是特别的长的话，穿这种高领的话就会显得脖子很短，但是它这件衣服很妙的是它的这个领口其实是从你的锁骨以下开始的，所以看上去好像这个领子是一个高领，但其实它只遮住了脖子的这个根部的这个位置，所以它在这个视觉上拉长了你的这个脖子的线条，让人觉得整个人非常的挺拔。那搭配裙子呢，我还准备了一个这样子的草边小手包，是一个小鱼的形状，另外还配了一个红色的海星。这种编织材质的包就是特别特别的流行。这个包的里边它还有一层布的这种内衬，而且它在这个开口处是有这样子连起来的，所以即便是你把它打开的时候东西也不会掉出来，但是就是它这个合上的时候它的这个卡扣不是特别的紧，所以即便是你把它合上了，它这个地方还是会有一个缝，所以可能不能装特别小的东西。其实只要你把握了一些时尚要素，然后根据自己的风格和喜好来进行搭配，相信每个人都可以变成精致的水晶女孩。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击屏幕下方的订阅，也可以在 B 站找到我们，在微博和公众号我也会经常 po 一些我的日常。那我们下期再见咯，拜拜。哦，对了，记得收看下一期我的小火锅试吃分享哦。